大家好，我是林中医。因为过往呢从事这个呢保健的工作，所以呢今天呢很开心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对长辈朋友关键保护很好的一个产品哦。那么以前我妈的工作呢，就是呢必须要久站，而且她一站呢大概会10到12个钟头，再加上我们住的是老旧的公寓，没有电梯，所以她每次买菜呢要提重物上下楼梯，常常会觉得关键很容易酸痛，所以呢站起来也会没有力气。这个时候呢，我就使用了迅能医药的耐固膜强化胶囊来保养我妈妈的关键活动力。大概吃了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发现她的身体灵活了许多，上下楼梯也舒服了不少，这对长辈朋友来讲真的是一大福音。耐固膜强化胶囊它本身相当的安全，因为它的成分很单纯，就是蛋壳膜那一层薄薄的膜，本身非常的好消化好吸收，更是美国专利最新科技萃取的关键营养的补给品。里面包含有哪些呢？非常完整的关键营养成分呢，它有葡萄糖胺、软骨素、玻尿酸、胶原蛋白，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海鲜过敏或者是蛋奶素的朋友都可以来做使用。实际上当我看我妈使用这个迅能耐固膜强化胶囊，她真的大幅减少她的活动的时候的不舒服，而且呢关节也变得柔软，不会呢卡卡硬邦邦的。大概一个礼拜左右，每天呢只要一颗，我妈走路的距离就大概增加了2倍，而且呢孙子在叫她的时候呢，她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站不起来。所以我真心觉得耐固膜强化胶囊对于我们的关键真的相当的有帮助。如果你家里的长辈朋友也跟我妈妈一样上下楼梯困难，而且呢坐着的时候呢没有力气站起来，或者是呢长时间有酸痛肿胀的问题、僵硬卡卡的问题，在这边很诚心的跟大家推荐来自于迅能医药的耐固膜强化胶囊，谢谢大家。